大家好，这里是文老爹。今天是5月22号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终于考完会考啦。那么考完会考要干什么呢？第一，线上的话，你就把你的镜头往上飘，下面小动作大家都知道。第二，会考完后，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干什么就是打 game， 打什么 game？ 打第五人格就知道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来说回正点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第五人格最近发生很多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最近很忙着跟别人打联动，比如说文豪野犬啊、时光代理人，然后还有一个念天光司，好，然后还有一个调酒师，非常好看的金皮叫做海洋特调。再来就是另外一种新玩法，也就是类似打雪球的躲避球游戏。那么这个模式的话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反正它的操作就是应该跟打雪球类似啊。好了，既然我回归了，那就代表有新的影片就会出现，所以我的 YouTube 账号呢就不会一直停在那里了。那么大家就期待吧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看看，啊，我的碟子真是好看啊，亮晶晶的。你下皮呀？你怎么还在这？